哎，死掉了！小帮手，原来有一个保险箱了，棒！钱还不够买钻戒，皮买贵完都那钻么戒，穷，没有钱了，衣服你没眼地中就只有钻石吗？好可怜啊，裸体。这场真的是 QQQQ 的，连钱也不够浓，嗯，再去挖一下好了。哦，那满地火，这老，可气！你就往下挖一层就好了。可是这地方超平的，我超喜欢这里的。你可以再重新开创一个大平台。他的美好被毁灭了，真的，我美好的大平台。而且啊，我已经逃离那个可怕的地方了，跑超远的。我跟那个。那你身上有共同打造的平台就这样被毁掉了、嗯？还没，我太穷了。哦，大家都很窮。可是我衣服有换好了啦，就是防御至少有一点。哦，可是你的血没有满啊，小雨。我感动了，有个要下去矿坑了。记得吃东西啊！我讲，我讲，没有满是因为我没有拿那个、啊，我没拿旗子、啊。你可以拿、啊。不行啊，我现在要他伪装成大家。哦，对，他不能拿旗子。对啊，拿旗子大家就知道我是谁啦。没有哎、欸，拿旗子大家知道谁下面秃一根啦、啊。下面真的是一时有人会来哎、欸。对啊，很烦哎、欸。小屁孩，你是很悠闲的挖矿而已。一七八。怎么有人钱已经是负的？嗯。那怎么办到的？哎、欸，小帮子，我们可以付啊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对啊。扣呀，后面扣呀，后面。啊，没、欸、人。欸这样可以领钱领到付哦，他怎么办到的、啊？他怎么可以贷款办到的、啊？那个小朋友你之后可以留言一下好不好？你怎么贷款的？啊、我们也要学，我们这边很需要。我们也要学会如何贷款。我们这边只会帮人家领钱，不会贷款。我们家都上你们的，我们刷别人的卡。他是不是没有在动？因为他都是加五加五哎。不要理他了。他有可能在战斗啊！他在他把我们楼梯挖掉，他打架了。没有，他在打架。你看他被杀死了，他刚有杀人。哦，偷钱哦！哦，被对，被技能偷，被技能偷。哦，你们哦，难怪他去打架，偷钱没水准。你是顺啊，已经很穷了，还被偷钱啊！楼上这个，我们已经没有二楼了。十块也要偷，已经没了。他是也没意识到自己也付的，有可能。干嘛？我五个二楼而已嘛。啊！那个我们二楼已经一半空掉了、啊。马来西亚不用理他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听过共生虫，只听过寄生虫啊。寄生？对啊。有共生虫这种虫吗？没有共生虫吧？对啊。然后都有共生跟寄生。阿娘喂哦，不要守门啊！是有共生跟寄生没错啊。对啊。寄生虫的分类而已嘛。要看他会不会伤害到那个寄主。宿主吧、欸，不会的话就是互利共生。寄主。小丑鱼跟珊瑚礁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那种感觉。小丑鱼长大会变母的哦。所以尼莫的爸爸是妈妈，是妈妈，也可能在等尼莫长大。也有可能哦。爸爸，哎呦，自己花钱都好好穷哦，真的。没钱钱，果然需要对面的。喂，怎么又来了？有人上去了，穷光蛋。早不下去又被杀过来。我们家二楼有一直在挖我们地板哦。他们感觉好可怕哦。我已经空了，我不要去二楼了。他们是，我已经没有二楼了。一直来，外面都烧起来了，会消除。温刀会消除。没有石头可以补。下来了，箱子里有啊，上面有人哦，你小心哦。我放了好久。皮克，你在这边？我一直都在这啊。哎呀，我的小喷圈皮克断住了，空杀回，这乱发车啊！这又发车了。被断住叫发车哦。这样也发车？对啊，你的发车定义好奇怪哦。对啊，跟我讲话三句就发车，好不好？他没有啊，一拳本身就发车了。哪有？你看又发车了。有人来我的，又来了，那直接就来。哎呀，有人在我附近，你好歹也打一下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傻眼，他上去了。
啊？我在呀，起来喽！一圈，我到处都是洞。哦，这一直在挖我们那边的、啊。小心炸弹！嗯，哎呦，他堵路，他还丢炸弹，你小心！哎呦，你走开啦！哎呦，哎，大家走！你两个没有办法，再见，浓了，上去，好烦啊！哎呀，我之前想贪一下钱，就被这样赏一巴掌，白、哎。哦，有一个火焰的人来。对，火焰他二楼。哎呦，哇，天哪！火焰，哇，又一个。25。他换了个钱。哎、欸，换钱要叫人帮你看啊。嗯。没关系，记到了，你下次就知道了。我的钱，我的钱还来。怎么办？从外面打。还一堆炸弹。好毒，好毒，好毒！他把手榴弹按成 Q， 整堆丢出来，这怎么都火？刚刚有人放，把你的钱交出来！有了！哇，怎么炸死？哎呦，怎么把炸死？我把炸死了！爽十大！哎，还有一个在二楼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在二楼，有至少获得了盾牌。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全部被阿妈走了。全部被阿妈拿走了。全部被阿妈拿走。都被他拿走，就楼上这个。你刚换钱被他拿走。对，但是楼上那个。你换多少出来、啊？抢劫啊！50，哎，50还是100？哎呦，可恶！那赶快哦，剩29秒。嗯，来做香菇。这是哦，直升机。那个你可以来吗？谁？有二楼的，打他！我在挖矿，他打下去，他被打下去了。那、啊、可是哇，有路跑。那我不追喽。OK OK， 时间也到了啦。我们家都被他们家，他们家，我们家都被。哎，领个钱。来不及。哇。等一下哦，趁现在可以买个东东。好、啊，我们先买旺仔。先买。那个再嘴的话就要掰咯。哒哒。咆哮。换东西啊！哎呀。换个食物。等一下，如果可以微微附魔一下就还 OK。嗯。OK。欸、休息时间不能敲火，不行啊，不能做任何动作，都是假象。其实这个没有，有有，怎么有？我把钱都花光了。哦，哇，我的天呀！那就也不道歉的，那就掰喽。给你呛我加凡凡，他不是呛我，他是呛其他人，呛全部的。不是他给你那个表情符号，也不道歉。生气气，先灭火，先灭火，先灭火、啊！这是在玩消防员游戏吧？我天，玩是可以的、啊，灭火，说话要开心哦。有，二楼现在暂且还可以坚持一小下子，好不好？加油！来看水哦。嗯，保险箱上最高级了。怎样？二楼是没有路上去了，我也没钱的。只能垫上去。这里好。补一条路好了，啊，路又被炸烂了，嗯，全都被炸掉了。我们补这没有用啦，他们会更好走啦。我摔到哎、欸，好像也是哦。对啊，那我们就各自叠好了，箱子应该都上去。对，箱子应该很多。自己加油，来啊，放一些钱进去。箱子看要不要弄更大。是我最后的财产的。啊，至少那个没有隐形，所以都看得到。OK。我也在弄装了，好，有钱弄装。你的挖矿真的很恐怖哎、欸，什么东西、啊？我还没认真挖矿，突然旁边转屏，空出性，只是路过挖个矿哦、喔。如果有人来，互相提醒一下。OK。No in。OK。还没，他们都还没到我们家。
他们可能也会开始浓妆咯。嗯。哦，你吓到我。嘿对人影很敏感啊。马路不好。哎呀，看见皮了。前面有跳。哎，什么鬼？前面看见肉吗？没有。肉都被皮融化了。微微的路。两件。看有没有办法去那个往他们家直升机的我已经盖好了。往他们家直升机。对。弄掉了。OK OK。再接着皮蛙离远去了。好，那你小心一点。哎呀。这里被偷挖了什么？哪到处都是洞起来。哦，咆哮！那小帮手是不是一直被偷钱？他现在怎么还是负的？我看到脸了，看到对方一直有人用偷。我刚才被偷过一次，怎么是啊？被偷到？他怎么？他怎么这么可怜？没人呛我啦。所以他就一直在冲，有没有？我说我的钱，我的钱，我的钱，我没有钱的，只好一直冲。还我钱来！好惨，没钱也只好冲了。一直看，一直打开 tab， 他怎么还是负的？好可怜。我们明明就有那个，对啊，奴隶三，他还是永远都是没钱的，救不了他，好惨的。有时候换一换就失智了。一二三四，什么是节制？节制克星吗？对啊，眨眼。就黑皮克哥回来的，洗掉再付就好了。好。要不要再把这边掏空一次？我们已经在做了、啊。那个，哇塞，外面有一片火海嘞！哎、欸，怎么又来火了？又是火燃烧战法。哎、欸，那个战法真的是哇塞！哦哟，对呀、啊，然后又很超反转，超反转。但是五等，经验不够，对吧？基本的东东我都算有了。我们小帮手下来赚钱了，赚大钱。那我是不是留给他挖比较好啊？我也觉得，我们留给他挖好了。穷困的我们那个帐篷等一下要去哦。小帮手，你脚底下有金啊！小帮手，屁股底下有金啊！我们要那个赚分喽，他们已经在一直哎、欸，好啊好，他们在扔。来家里二楼，只有在二楼。下来下来下来，没事没事，这个残血，我的弓啊！哎、欸，没关系。看我还要干嘛？五等来一个，不过还好他们没有用炸的，有慢。有一个哪个？我觉得他们等一下可能会狂炸或者狂毒。有一个人去家里。有人，哎，还有我们的直升机也是哦。你看可不可以抽空？我是做事。我等一下可以上去附魔。哎、欸，哦，哇塞，我们家全部都是火焰又来了，难怪真这么那个、哎。上面的直升机我把它射下来了，都是粒子效果、啊。对，哇塞，好那个啊！哇，真的哎、欸，我天啊，全部火海，妈呀、啊，灭火大队快出动啊！灭火喽，没有被射到，是不是？又一个又一个，凡凡，没射到。他偷你钱啊，你偷他钱，偷他钱，偷他钱，偷他钱！哎、欸，有人下来了，有人在烧的要下来了。哎，我射死他，射死他！烧的还好啊，烧人家里别管啦、啊，去炸他们直升机啊！都是啊，都是啦。防守没问题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行吗？我的妈！吓死我！又有人来哦！
反反那个有苦力棒啊！哎呀，反反被上去了，啊被伤还被伤，嗯，我不要上去了，这里好爽啊！看到好爽哦！卢敏，卢敏，他要上去了，他要上去了，他要上去了，直升机的路，直升机，直升机，我知道啊，只是我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没钱，去挖去赚啊！我把对面直接用转钱，直接把对面炸掉！哎呦呦呦！国王，国王，小雨，国王烧掉在哪？他烧到了，没有在家里烧到。小雨 OK 哈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没错、哦、没错，听到楼上灭火。哎、欸，对面对面对面，你看防守都还可以啦，就是要想办法赚分。我觉得待会应该有烧好烧台。哎呀，垃圾人在哪？杨，你说什么？我说待会应该这边又是一片火海了。我死回来了，看是这个吧，手榴弹。箱子里我放几个储物箱了，右键的储，我还真的是很少用手榴弹。想盖红包快，把金球领出来啊！放在上总觉得不太安心啊。我就没钱。有直升机算是防守了。嗯，哇，他们还用那个天桥剑，把钱全部塞进去。我们满满的天桥剑，好帅哦！好久不见的天桥剑。哎，没中，中你。嗯、各种天桥剑、啊。哇、哦！直升机的箱子有人放了？没有啊，直升机没放，可是我有在扫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因为直升机通常是用炸的啦，所以放箱子还好，帐篷才是需要。